你好啊，我的名字叫吴刚，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内部审计师，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注册会计师，是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其实我已经介绍过我的几个朋友来参加，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个，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需要，是在自己的主要的 income 以外寻找一个投资的 income， 这样子的话对你人生的这个安全感和实现财务自由是很有帮助。然后Daniel 的这个 strategy 课程对我来说，他首先他教得很好，这个深入浅出，然后后面还有很好的这个支持这个体系， practice 了两年，虽然有风险，但是仍然能够得到这个可持续性不错的回报，最基础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 work strategy。就算出了一些市场出了大波动，你是仍然是能够去把你的所受的损失最小化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尽管有几个月是有损失，但是从来都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是影响我整一个投资组合的这个安全程度。他在顺的时候挣钱，那个就算不顺的时候，你管理得好，也能够挣钱。More or less， 现在我们每个月的 return 是15,000-20,000美金左右。中间当然也有这个 up and down 时候，但是这个就是这个 strategy 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是 disciplined， 你是有纪律的，你是好好的去管理这个风险的，就算出了一些市场出了大波动，你是仍然是能够去把你的所受的损失最小化的。